送去，什么款的感受，什么款的晓向，在阮青马对风尘。什么款的爱情，什么款的对落，什么款的温柔，予阮日夜难相离。真久以前，浪子的传说。爵士鼓对不对？你明天是踢踏舞对不对？舞蹈是不是？哇，真的是变装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喜欢呢，我们佑真的鼓呢，明天看看哥哥的鼓呢，也是跟佑真是一样棒的。但明天呢，妹妹呢，她是妹妹哦，明天呢，她用跳舞的方式呢，来跟大家。平常他们其实当街头艺人的时候，也是常常这样搭配，对不对？反正鼓打累了就是跳舞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给佑真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李佑真，爵士鼓手李佑。
秀珍。那明天呢，我们还有西洋魔术呢，也等着大家2点半的时候草地剧场，我们明天见了。那明天还有一系列的呢，我们周边呢还有一些呢街头艺人的一些手工艺品呢，也希望大家明天跟我们一起来欢乐。草地剧场也祝福大家今天呢逛我们的桃园农业博览会，不管您到每一个厂区呢都是心情愉快的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叫品婷。明天我们草地剧场下午几点？2点半，期待明天再相聚喽！108年呢，我们的街头艺人，对不起，2018的街头艺人107年了、哦。2018的街头艺人，明天下午几点开始？大家都记得我的时间哦，好，蛮不错的哦。希望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一样这么的凉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明天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现场哦。我明天要开始点名，看看谁没有来哦。哥哥，我会记得你。好，还有一些呢，你们刚刚已经有从外面走进来了吗？走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样子，刚刚一定是刚刚爵士鼓你才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你，这样不过瘾。我们明天见好吗？2点半哦，我等你哦，叔叔。好，谢谢，我是婷婷，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